有了吗？好喽。安安，教育完安安，口音安安。微笑。我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看一下机器有没有关哦，问一下哦。机器人有没有关？没有关。小圆安，平安夜快乐。还有谁？好，从头打招呼哦。哎、欸，那个英文什么 ？Wingsman 吗？马来西亚观众安安呀 ，Chen Y A 安安啊，好多英文啊。艾莎安安，李子安安，雪安安，小鱼安安，你何真安安，阿亮安安，今天都画画吗？今天不一定哎、欸，看我完成度吧。如果画得完的话，就玩游戏，如果画不完就画画。看谁啊？想问一下，有读那个便利商店条码吗？有便利商店条码。谢耀谦安安，导演安安，阿长安安，我身是我骄傲安安。叫什么 ？D H R E R Y L 安安，李李安安。嘉兴安安，不对啊，你叫嘉瑜，拽姐最爱嘉玲和嘉兴，所以你是谁？卡兹卡兹安，好啦，就这样啦。因为有人怎么讲，就是还是希望我就是没有固定团的时候开台啦，这样子我后台的那个营收也好一点，毕竟。有开台真的有差，没开台那时候营收其实蛮惨的。就怎么讲，我从上礼拜开始、欸、上个月开始，上个月底开始吧，就是没有每天开台了嘛，礼拜四礼拜六日都休息的情况下，后台就很惨。啊，不然也不知道画什么耶、欸、其实真的手感这个东西已经通通都没了。要画什么？如果要画大图的话，我觉得两个小时不够啊。那要构图，构图要一点时间。我通常画草稿要把都画一个小时以上。开台可以抖内。哎，那讲到这个就是。像小雨那边不是 YT 会员有45块、40几块的吗？我们来好好研究这块好不好？就是像比如有些人说什么75块好像太贵了，也不是75块会贵吗？你看、喔、你一个月75块多少？一天不到2块钱呢、欸，
教主还有在委托画画吗？还没开始，还没开始。明年应该是明年了啦。今年再让我放一下松，对吧、啊？那只是委托的钱，应该不会是500了啊。说到这个，就是那个、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不是会说什么特别想帮我还是什么的吧？就赞助的钱可以多一点嘛，就比如说我们有75的价嘛，然后40块的价嘛，因为太大声，因为不太大声。那像也有到700、1000多的那种，我在想要不要弄，可是我就觉得哦，好像又有点懒。就是有没有便利商店条码的抖内？那个是什么？我不知道哎、欸，这个我还不知道哎、欸。反正想叫 TAN 的可以回去叫回去。我以为教主不开台，没有。我知道五分钟前还在犹豫纠结要不要开台。不会哦，好。总之就是我也不知道画什么哎、欸，超不知道画什么的哎、欸。可是开台，哎，怎么说？可以画圣诞装的布布啊，那个画个十分钟就没了啊，就是要拿捏一个两个小时内画完的，因为我10点半还要跟巧克力拍片，是吧？啊，安安呀，所以就是不知道画什么，这是最困扰的。你要画图，画图很简单啊，但重点是你要画什么。那、啊、什么是最难的？其实我们讲，真的好一阵子没好好画画了。画巧克力啦，不要啦！听到重点是10点半，对啊，所以我今天10点半以前就会关台了。然后那天有看那巧克力的猛鬼吗？我觉得我那天没有录影好可惜哦，因为那天其实那时候我的电脑有点怪怪的，所以我就没有录影了。结果那天抓到鬼的画面都在我这边，就没有录影，超可惜。阿喜的 sorry 哟，可以画可爱的布丁狗，布丁狗啊，可能等礼拜六了吧。欸、小鱼，你动身的那个拿了没呀、啊？动身有液氮活动哦。TAN 怎么念啊 ？TAN， 你是说 TAN 还是 TEN？TEN 不是 TAN 吗？啊 ，TAN 怎么念？你好久狗又没开动声，我跟你讲，你们最爱的柠檬娜，我已经2个月没跟他讲话了。今天动声上线就是叫你跟每送给每个岛民他一个礼物。结果柠檬娜跟我讲说，我们已经2个月没聊天了，哎，我说哇靠，有两个月了耶。最近又很严重在想说未来规划，就哪天真的如果实况最后没办法成为一个怎么样，最后生活的工作的话，那我将来要做什么？是回去超商工作呢，还是开始用画画赚钱呢？就是在想这件事情。他、啊、就是边想又是在边剪片嘛，然后就可能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
那、啊、可能你们会说啊，我养你啊，我什么之类的啊，不是啊，这个怎么讲，就只是包养而已啊，不算是靠自己工作或什么的，对啊，感觉我在画点点，难道是在画我吗？我的天啊，怎么看都不像我了啊。我也很久没出商品了，不出商品的话，所以没有钱的来源。可是商品就要摆摊，不然卖不完，就觉得哦好烦哦。你看各种烦，明明可以赚钱的，但是就是卡在烦。反正之后就知道了、啊，做商品。你们什么试掉愿意买的人有100个人，我就只出50个，反正就限量嘛，我管你们试掉多少。我每次试掉我都会硬试比试掉还多一些些，像比如说我那个杯垫好了，那时候就是先做出我自己的杯垫嘛，然后那时候试掉做完是100个人买，然后就刚好印100个了，结果就是供不应求，都又加印这样子。那等之后做点点跟米豆子的时候也有用试掉，那就是试掉可能就是也是100，我就印个150，就发现完全卖不完。爱捷云，女版的繁星啊，不是啊，啊就是截刘海就变我的啊。最近有看一些，一些啦，就是魔物猎人嘛，他不是之后要出在那个什么 Switch 平台上吗？反正没兴趣，可是突然又开始慢慢有兴趣，就他的武器又不太一样，还有本来没兴趣的，突然想说真香。好吵哦！原本的，好奇怪哦！买了啦，哪次不买？可是，就是手把问题啊。反正都是在用键盘呢。你干，很丑哎！到底在画什么？姿势完全不对啊！应该这样才对啦，白痴哦、喔，弄半天。喵哈，喵哈怎么了？什么喵哈？喵哈地队，你看到吗？哦，看到了，白痴啊、喔！我跟你说，我昨天半路网页摸，白痴啊、喔！那你还我，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为了你去跟干爹们去摸到了，然后摸到之后想说啊，第一个就是先寄给你，啊，可恶，可恶，
没有，因为喵哈有问我说他动身的东西，然后他说问我这边有没有，然后其实喵哈我昨天有，因为他不是叫做什么，狗狗娃娃哦，还叫狗狗什么布哦，狗狗布偶嘛，对不对？我搜寻小狗，然后找不到，然后今天跟干爹们那个就是那个摸到之后就搜寻小狗啊，怎么又没有？然后就搜寻狗而已就找到了，白痴哦！直接八色给你，不是啊？你不是每天只能寄两个？详情看我今天发的动森影片，好哦。好哦，好哦，好的哟。那你今天不开台啊？你变化都可爱，哪里可爱？我的天！真的要随便画，我就画这样子的脚了，好不好？要不要画抱抱？我跟你讲 ，Q 版的抱抱超难画的、欸。Q 版的抱抱，你要画上去，有个人的头会很像被切断一样。所以 Q 版的人要画牵手、画抱抱超难画。所以一直有人说，哇 ，Q 版会画 Q 版的人真好。我都觉得，可是 Q 版很难画抱抱、欸，哎，手牵手什么之类画不出来。像我兔窝 DC 的图。就本来是要画牵手的，那、啊、可是碍于手太短，就是手太短，然后造成看不太出来像是牵手。手太短啊 ，Q 版啊。捷云表示不想上班哦，他总是期待着你玩解谜不是吗？该开教学靠腰，唯独你不能叫我教你画画的好吗？你想想看，当时你画的多好，现在也不差啦，只是当时我比你弱太多了好吗？可以不要都在我只在开画画台的时候出现嘛？那些糊涂大大，你看他脚这边就很怪啊，对不对？兔兔，那个兔兔不是点点啊，他是 Choco 的兔，前任 Choco 兔兔。太空狼人杀哦，对啊，我跟你讲，哎、欸，无名还在的话，如果之后有机会玩到太空狼人杀，你们不用管，没关系，我就把聊天室给缩小。我那天就只是要点广告来打开聊天室的，所以如果真的觉得很难管的话，那天不用管，没关系，那天就放给他烂。因为我发现就是你也不知道谁剧透啊，只是那时候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看一下聊天室，
才会觉得说哦，怎么那么难管之类的。后来知道就是，反正就是放给阿兰嘛。放弃了吗？那个真的很难管。你看，今天好啦，比如有十个人 ，A 就可能猜巧克力四郎 ，B 猜喵哈四郎，然后结果 C 有看台，他就也是都觉得是巧克力跟喵哈四郎，啊，他已经严重剧透到了，那其他人就也在互相猜了，这就影响到很多人啊。觉得画坏就是没进步耶。你本来想把聊天室跟哦，你是说禁 连留言都禁止吗？不然你就设定成那个啊，管理员发言吧，还是什么的？哎、欸、，YT 有吗？我是知道 Twitch 有啦，就是订阅者模式嘛。对不对？发起订阅者模式就好了。而且那天订阅也比较麻烦啊，就是在忙在讲事情的时候，还要关个麦。感谢超级留言，对吧？感谢订阅，感谢超级留言这样。短裤吗？有短裙呢、啊？哦，还有一点就是，我粉专真的不给我 po 照片呢、欸。我今天下午。不是照片啊，图片啊！我今天下午在那个相簿里面上传那个图片，但是他不给我传，他给我传啊，但是他说这个影片什么部分会员还是部分什么才能观看。Thank you.
传照片也好啦，不能传照片。教主上次私讯丢图给你，给捏你的那个真的好像你哦，我给捏你。感觉那里就是怪怪的，雪人太小只了，反正腿太短。就是这边呢，可能肚子有点小，我会改啦。我很不想画自己耶，
那自己就要找地方塞，我的天！啊，对耶，我的耳朵会不见。啊，怎么连跟我说？嗯 ，Ctrl F， 好了，耳朵出来了。你把头塞进雪人里面啊，就很好笑嘛。你想正常情况下就把你变了，跟你讲，会变人的哦，小心一点哦。小菊安安，为什么不考虑再把它加进去？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想法啊，我一开始就没构图，想说我要画什么啊。我是开台才想说要画图的哎、欸。我刚刚原本是要开游戏的、欸，感谢老君的超级留言。为什么每次老君跟我打招呼都要审核啊？我不知道哎、欸，我也没有乱设定什么东西啊。怎么你的嘞？你整天吃龙虾吃大餐的。啊、小于我的嘞，
我要请你，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哦，每次我要出钱，都是你们抢着跟我出钱的好吗？每次跟你出去玩，然后我就说，哎、欸、啊，刚刚多少钱？我还没给你们。不用啦，不用啦，给你给你。我说，哇塞，我还是一直抢着出好吗？啊，但是你们都觉得说，这个东西你们来出就好。我说不行啦，这样子。那几次去好乐迪唱歌有两次吧，每次我都想要出钱，啊，你们都说不用出，不用出。好啊，我付，我付，我付。我要帮九口老居他们付钱，你的话下次。好耶！嗯，有人赖我。整天吃龙虾吃太好，他没有整天呐、啊，我只说整天吃大餐呐、啊。Nightbot 在蜜蜂台好恐怖，什么恐怖法？如果是庆生，当然干爹们出啊。不是啊，就是不只是庆生好吗？有一次，忘记什么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二月还三月吧，那时候是我们去唱歌啊。然后可是他们想着要出啊。我去看一下蜜蜂台哦，等我一下。此地是天生的体质。哦，我看到了。原来。我来看了。我要走了。请问这台电风扇哪里可以买到？为什么会进啊？好、哦，拜拜。好了，回来了。我看一下，哎、欸，我那时候帮他瞧也瞧半天，好不好？他那时候在弄那个，因为小雨有那个用 V 嘛 ，VTuber 的。那时候就是他弄半天弄不好，他说哪里就怪怪的，然后就一直在开 SAI， 然后就帮他修，然后说你要改成这样子，比如说好，他嘴巴一开始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改成侧面，然后怎么改都怪怪的，我就帮他啊，他一开始牙齿是这样子，然后嘴巴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改成侧面是要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就是边弄给他看，然后叫他自己调那样子，对吧？那时候就捏了三天三夜吧。
反而是预估是明年呐、啊，明年一月才会开始动，才会开始用出来，都没想到他弄好了。下次唱歌进门就喊出这次我要出钱，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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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开始全点餐，白痴哦，那我不要。哎、欸，而且每次你们点餐，我几乎都没有在吃啊，我都没有吃到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每次跟别人去好乐迪，我都会抢着吃；那、啊、跟你们去，我都不太会吃哎、欸，超奇怪的。你是调时间计哦，我的天哪、啊！要钱柜唱我不要，你们那种蓄意的我好怕，我不要。虽然到时候你们应该也是说了，好啊，一人就各出各的这样。也知道你们有时候现在只是打好玩的，那、啊、到时候会不会这样对待我，又是另外一回事。哦，好可爱哦 ，so cute, so cozy。那我画一个我在这边。在遥远地方堆雪。钱柜跟好乐迪差别是什么？嗯，钱柜就是很贵，哪有好乐迪那天冷死了哦、喔。那天 Joko 就在我旁边，然后他就说：“这样叫主老板，你很冷吗？”我就直接用手去抓他的手，然后哇好冰哦、喔、这样子。然后出风口都在我这边，然后隔壁的好像舌头还是嗅吧，就说：“哎很热哎、欸。”我说：“哦好冷哦、喔。”原来讲钱贵就是真的比较贵啊。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是平价可能一个十块的寿司，跟你去藏寿司吃寿司那种感觉。对啊，就是你们的位置超就是热的啊。就 那天外套一直都没有脱啊，你上次不在，那时候已经疫情了，你根本出不来，不出不来啊，你进不来。我们去收拾这个你知道，对啊，对，就那一次啊，那一次我还就是直接穿那件外套了、欸，哎、欸、有吗？好像没有哎、欸，对，没有，因为那天很热。哎、欸，不对，那天我没有穿外套，怪不得我那么冷。每次碰到圣诞树，真是世界难跨的。好想回台湾啊！
你如果当时疫情爆发就在台湾的话，那你还会回香港吗？还是你就会固定在台湾不走了？啊，我是问真的啦，会吗？如果疫情爆发的话，你理论上你回得去嘛？啊，只是你过不来的。哦，有齁，对齁，对啊，就是有啊。哦，干，我丧失画圣诞树的能力了，天啊，不会画圣诞树了。要啊，还是要工作，在台湾工作啊。你不会的话，你帮我剪片啊，我给你钱嘛。至少你不会饿死，我会饿死啊，对不对？你看，你白白胖胖的那么可爱，你瘦下去的话就完蛋了。你身份证怎么工作？帮我剪片嘛。不是，我说，就是比如说我的频道是写繁星的图窝，但实际上是小鱼的影片，有没有？小鱼出影片，然后养他自己，这样子啊，可以吧？我们很天才。你养活自己都有成问题，不是啊？我就讲了嘛，就是小鱼的嘴好啊，那个本最后频道可能变成不是繁星的图，变成小鱼的水族箱之类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很棒啊？小鱼的水族箱哦，深海鱼的大凤梨，住在大凤梨里的深海鱼。那我最近我的话就是画画背景啊，会稍微更新一下。那如果要开始委托的话，我应该是等那个背景更新之后，就是可能有些背景啊，我之后还要用聊天室。小鱼提醒我哦，就是我之后还要把聊天室加回来，因为那个。如果只是用背景的话太单调，好把聊天室加回来才行。好啦，那个十秒钟后要播广告哦、喔、要吃广告的记得开分身进来哦、喔、没有啦，那等一下播广告咯。来了，倒数咯，好了，广告播完了，我们回来了。我最近在看豆豆先生，
但他看来看去就是那几集而已，就是他一个小时，他很多都是那种一个小时，但是里面合集一大堆都重复的，然后有时间看来看去就那样子，然后但是我就一直都在看豆豆先生。好啦，就这样啦。布布啊，最近布布一直在拆家哎、欸。豆豆先生没有啦，是看 YT 上面的啦。我家已经没有第四台了，不然我以前真的是电视儿童，有豆豆先生我都会看，不不啦，有各种卡通我都会去看。嗯，可爱，可爱，可爱。嗯嗯，这个小时画的完吧。是勒索你哟。嗯，好了，我们准备上线稿啦。嗯，线稿又是一个也不是学问啊，就是要花时间的东西，对。反正就是最近一直在想办法让自己的频道。也算是更新翻修吧，那之后也是有打算像小雨那样子的，因为其实怎么讲，这个 2D 形象有它的缺点，不啦，这个 3D 形象有它的缺点，虽然动的不会，应该说什么，做起来很快，但就是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市场，你知道吗？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模板给你，你自己捏。那像小雨那种，跟那个 Hololive 那种，比较是现在的趋势。因为当时做这个也只是做好玩的啊，因为当时做这个也是花了一笔钱啊，因为毕竟当时我在 FB 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个。什么是 Sweet Home？ 那是什么东西？感觉弄成 2D 会很棒。没有，主要是我想要把那个，就是我眨眼睛的时候，上面的耳朵会跟着动。我主要是想要那种感觉。那这个的话，我这个版型就没有啦。这个的话，它预设就是没有兔耳朵，就是那个帮委托的人帮我加上去。Thank you.
耳朵有种，没有，就是这个啊，这种反正这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类似头发吧。那他只是把头发加软，然后用成白色这样子，不然其实没有这个东西。而且加上这个东西，我的画面会变更小，因为我头上其实我整体来说有四分之一要留给头那个头上的耳朵，所以我的人往下拉了一点。耳朵可以设定，除了眼睛还能跟头发，什么意思？你是说眨眼的时候头发会跟着动，还是？因为我没有研究这一块啊。阿琳娜有吗？你的 Life 2D 会是在画了，我说要提早画，不然提早请人画，因为那种 2D 的就完全不适合画风啊，不觉得很可笑吗？就是明明自己也会画画，而且是请绘师帮我画图这样，可是没办法，我的风格就不一样啊，可怜啊。然后最好笑是我们那天就是在聊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就小雨开始给我看他的那个嘛，就我大致上完成的东西，然后就小雨就是问我的意见，说你觉得哪边还要改吗？我说其实没有啦，他已经真的很完美了，你知道吗？然后讲完之后我就讲了一句话，哦，会画画的人真好。然后他们就说，哎，不是啊，繁星。这边因为那时候喵他也没有在那个 Amigo 的童话，他刚刚在忙。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聊，聊到说啊，不是啊，在场之中就你最会画了欸。我说啊，不是啊，啊我就画不出这种图啊。我的画风就这样子嘛，你这种头要怎么变成 2D 就有限啊，应该说真的出得来啦啊，只是真的会有市场吗？因为画这个是要 一段那个要有时间，所以除非你是像今天我是被委托的好了，我反正我照画嘛，反正我收我的钱啊，照画啊。那今天如果是我自己画这个，
然后又要自己弄的话，要时间，要超多超多时间在弄，所以这个是一个投资报酬率的问题。你不会画图，应该说我跟喵哈的图都不适合做二 D 的啦。然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回 Twitch 拍啊，没办法啊，勾勾都被拔了我回去要干嘛？哎，你真的订阅了哦，对不对？你真的加会员了，白痴哦。我找时间把钱还给你没有啦。好啦，感谢你的新会员。如果你对啊，你已经在赖群了，不在兔窝的 DC 群了。如果你要加赖群的话，你在私讯粉专吧。话说教主是 Life 2D 什么东西？没有啊，这个是那个 3D 软体弄的啊。那时候团先是 Bobo 先用，然后那时候在弄的时候跟团团就说，我就说很早以前我就有兴趣了，然后就是团先换团团去委托，然后再是我，因为要排队嘛。他那时候也吓到，想说怎么突然就是有一笔委托单，然后就杰克我 Bobo 都是同一个人用的，虽然我还没看过杰克的啦，因为每次就是只有开的时候是轻松生存会一起开，然后每次都一起开台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去看杰克的。就只有玩不会卡的游戏我才会开这个出来。如果懒懒有兴趣的话可以私讯粉专哦。那会有专人的人带你去，不是带你去，加你进赖群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想加入兔窝这个大家庭，哇，吃巧克力又喝甜的，声音出不来。欸，下次去好乐迪，我用王北北的声音唱好了，然后外面的服务人员就可能吓到，这个声音是王金发，这样子。然后一些奇怪的歌，不是奇怪的歌啦，光想，像比如，到现在还是深深的爱着你，也不，真的出不来，卡痰的啦。你想去六福村？就在等你呀、啊！说来台湾要去游乐园的，也是在等你哦。天哪，不然早自己先出发了哦。天哪，教主好可爱，怎么好可爱？服务人员，你有看到我的？我看你的频道可以跟你要签名吗？然后我就签繁星，然后讲完就啊哈啊哈，欸，不过喵哈那一次唱歌我真的才是吓到，你是一个会唱歌超强的人，那时候就吓到。感谢疾风，你那念按对不对？我记得没错的话，感谢超级留言。欸，不过当时认识你也是靠苏某他们吧，苏某跟脑子他们才会认识到你啊，还有
什么子服月哦、喔，好久了、喔，现在上线都很少看到他们了，因为当时都是一群也是对实况有兴趣的，然后就都有彼此玩，不是彼此玩，彼此互相去认识，一起玩游戏。那当时我真的觉得我只是个小咖而已啊，只是当时粉专是在实况红之前就已经先有粉专了，然后才有这个机会认识到他们，不然当时多小咖，我的天啊，要不是有粉丝团的话，我的图谁会想看啊，对不对？然后奉劝一些有在画画的人啊，那些黑历史千万要留下来啊，就算你隐藏还是什么也好，就是留下来。像我现在想找一些比如说2020几年的那种图跟现在的图做比较，找不到半个图了。很入眼，你是说哪一个？你说蝶翼房侧漏吗？因为当时我只记得是加你的那个啊，那个什么咯，想帮我改 3D 的衣服？什么 3D 的衣服？这不用啦，这个我顶多就只是动胸部以上而已啊。右下角那个虚拟角色要买 VR 才能用吗？不用啊，它是只要你有那个视讯，然后再去载那个侦测脸部的东西就可以了，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要 VR 是要那个整个身体都会动才需要 VR。就像那个 VR 的光剑啊，虽然那个光剑你要用在光剑上，它还要转档，还有一些东西，才有办法用在那个上面。我的血应该要这样画吼，手要抖一点。你帮我改别款的衣服？不用啦，因为我那时候有问说那个原本帮我画的人，我说我想要稍微改什么之类的，他说这样对他很不尊重什么之类的。我说我知道，所以我是一开始有先问他说，如果我要改的话可以吗？就是我说我想要把耳朵动一下或是什么之类的，他说这样子改其实对他很不尊重礼貌之类的。我说我知道，所以我有先来跟你问，因为我毕竟我也是画画的。然后后来想说啊，还是算了，不要好了。因为对啊，毕竟这也是，不过这我在想啊，你看去委托买算是买断嘛，对不对？那、啊、可是改的话也应该就是我的自由吧。我在想，对不对？不用做新的啦，这个你还做还要时间，你把这些时间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啊，比如说去健身啊，去跑步啊。改的算二创，不是因为这原本就是原创的东西嘛。那我只是去委托，然后就是委托他，这样算买断吧？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当时合约也没有写得很清楚啦，不然就是有写我不知道。他就只是有时候想要修个衣服或修个什么的。不行哦，这个会有这是哦，好吧，还好当时乖乖的没有用。那其实当时就是有看到有人说什么，耳朵可以跟着眼睛一起动，我想说
就想这样子。应该说我想要改设定，然后就先跑去问他。欸，苗哈，你不觉得今天送的那个圣诞礼物袋很棒吗？可是它会回收，欸，好气人哦。研发延伸又是另外一条了。好吧，我还是乖乖的好了。你想说有时候密他很久才回我啊，难道所以是先密他，然后过了大概一天，然后他才回复我，然后就这一天的时间，我就想说算了，还是不要改好了，然后就想把那个讯息给回收，然后他就敲我了。我今天会看到那个袋子，也是因为，那个谁，就是我那个干爹，他让我去他的岛上，就是摸那个布偶的狗狗，然后摸了之后，我才看到他就是手上拿着那个袋子，我说这袋子好可爱哦，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是今天任务的袋子，然后就逼着我说啊，原本好懒得解任务，好啦，去解啦，为了那个袋子，然后解到一半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但是对那个，就算你不还袋子的话，明天也会收走。然后干，那我解屁呀、啊！在聊动身啊。那这边要顺便问一下，有人家里有流星雨吗？这样子。你已经有半年没看过妹妹了，欸，还是有妹妹的话，我跟你讲一下，就是那个谁，我的兔窝里面如果有干爹家有的话，我请他设密码，这样子，有需要吗？还是你觉得你都已经有 DIY 了，你没差了？我觉得你有全 DIY 的可能性很高，欸。我可以哦，好啊。因为昨天才有人，就是23号嘛，摩羯座刚开始就有一个人家里有妹妹。
那你不就很多星座也都没有吗？最后拿星座方程式，好像金牛座，金牛座，金牛又，金牛座不是七八月的吗？我的天！你的多安农图建农完后，就只剩下节日上线了。哦，也是啦。哦，现在好想把时间调为暑假、喔，去抓那个长吉大兜虫。哎、欸，我画完了吧？哦，还有礼物。嘟嘟嘟嘟嘟嘟噜噜噜噜。金牛是四五月吗？不是吧？四五，那五六是什么？狮子座？不对啊，巨蟹座。四五是巨蟹吧？四五巨蟹，五六金牛啊。哎、欸，不对。哦哦哦哦，对，金牛再来，巨蟹再来，狮子啊、哦，有双子吗？靠腰啊！等一下，我是记错了，是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是吗？你双子的，好啦，对不起，我错了。你就金牛，不是、啊、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王婆，她是5月4号生的、啊，所以我就知道5月4号是金牛座。双子是2月，2月是双鱼吧？哦哦哦哦，都已经有人双子铁证了，你在那边说哦，不要抓到抓到。哦，眼睛好痒。双子后方程式真的没拿，所以我也不知道双子方程式长什么。双子就是那个，好像是一个衣柜吧？欸，双子是衣柜吗？处女是竖琴嘛，金牛是浴缸。然后其实我那些都还没做啦，我星座碎片都还留着。天蝎是灯哦，我也是处女啊。二月是水瓶，水瓶再来不是双鱼吗？哇，大家都星座大师哎、欸！好啦，我们开始上色咯，最麻烦的东西开始咯，来教大家怎么上色。油漆桶倒下去就好了，不要再问我怎么画图喽。看什么教你们画画？现在看啊，每次开台都在教你们画画了。鱼缸那边留言说教我画画。那我当时也跟一个人讲说你没救了。他说我真的没救了吗？我说我教你的方法，你就一直反驳我，我知道怎么教你。就比如说，你看哦，我今天就是用油漆桶在教上色。他说：“那你怎么不用那个方法？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哎、欸，不是叫我教你吗？你现在还教我怎么画图啊？你教我，你教我，你教我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跟他讲说：“你没救了，不想教了。”我不教了，我不教了，我不教了，我不教了。哎、欸，你钱留下来啊！感谢蓝蓝的超级留言。就倒下去，真的就是倒下去啊！你看我每次上色就只是倒下去，然后补一下小细节。你看嘛，你看，啊，这样是不是油漆桶倒下去一次上色，
然后光源找一下，然后就这样撇下撇下撇下，然后就哒啦画完了，不是吗？就这么简单啊，头发就这样画完了啊，还要教？我今天说过啦，开开心心啦，就是教，就是讲你啊。当，我也是阴影苦手，不是啊。首先阴影就是你先抓好嘛，亮的地方左上，暗的地方右下，亮的地方的另外一边一定是暗的啊。那、啊、有些地方你就是不用太刻意去全部把它弄出阴影啊。哎，我这边想用丝袜。因为我画画的原则就是简单，就是简单就好。啊，可是就这个原则就是久了之后觉得很无力，就会觉得说，因为 Q 版还是有 Q 版的极限在啊，就也还是会希望就是能画一些写实好看的图。懂那感觉吗？就比如说画衣服好了，通常来讲你会觉得哦，这边应该是亮，这边是暗的，然后一直修，一直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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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很简单啊，一边暗一边亮这样子的、啊。草稿很难，那是因为你是最近才开始画图的啊，你对这个不熟，我觉得很正常啊。然后你也可以，像我不是最近也常那个分享那个谁，懒懒呐，然后叫谁，就是常常画，就是他怎么李雅靠腰啊，李雅，然后影啊那些图，对啊，其实他们也算是新的一批的小绘师吗？因为当时的一个小那个绘师第一批那时候是小佐久，然后米卡那些。米卡还有谁？杨根，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早了。那时候我比较认识的小绘师是这几个。那之后的这些，因为其实我已经那时候就脱离那一区了，不是脱离那一区，要讲什么？就是脱离一阵子。所以你们现在这一批是主要是重新再认识。你也不算新的啦，你其实是老屁股了，你只是 AFK 现在回来而已耶。说你是新的，我觉得很对不起很多人呢。你明明就超强的，那边装新手。我想他就是一个线上游戏已经满等的大佬，然后是。因为可能就是要念书的原因，然后暂时先离开这个游戏。那等到这个游戏好像就是改版还是什么吧，账号找不回来了。那账号找回来了、啊，然后但是觉得角色要怎么玩忘记了，然后全部重练那种感觉。他是这个关系的玩家。这样的衣服也好好看，樱花色。然后我想画黑丝袜，是裤袜，裤袜。对不起，是我不嫌弃，不是，是你那时候就说你那时候刚好有出现在那个啊 ，FB 通知啊，不然超夸张的哎，你不觉得吗？怎么说，一个已经这么久没联络的人，然后 FB 要么就是把你给屏蔽掉，因为太久没联络了，那要么就是，嘿，我想到就是这个。
啊，结果怎么你一发文马上就看得到了，所以那时候就马上帮你解决很多事情了。那也还好，你那时候用 FB 没有选择用什么 IG 之类的， IG 我就真的无解了，我就是老人，老人才用 FB。杰克安安，演算法没演算到，没有是 FB 啊，你今天没开台哦。怎么没开台？也是啦，我今天本来也不想开台的啦，然后耍废哦，能耍废一天就是耍废一天。那既然杰克来了，杰克帮我吃广告，感谢杰克吃广告哦，假爸爸，没有你跑去睡觉了哇，哎，难怪刚刚没有你的声音。想说刚刚隔壁聊了一大堆，起来说理由。干，你吃到了，谢谢。你知道有时候去你们台，我就一进去的时候先吃了15秒的广告，哎、欸。开场先吃广告，这是我对你们的尊重。那有时候我那时候也是觉得，我当时从 FB 吧，那时候去 FB 工作之后，我就没有再画画了。然后那时候都是看看其他人在画图，画着画着画着，就是有时候觉得用看的就会画画了，你知道吗？啊，看一看看一看，就自己拿来画，就说哎，好像就是那种久久的画下去，就发现哦，我还行嘛，我还没老这样子。你的广告应该也很少，都在黄标啊，可是我都吃得到，也很奇妙哎。像你那天也是在玩那个什么，哎，忘记玩什么了。你那时候就太很七点多就开了，那时候在我就看你的台看着啊，你那时候是标题是那个鬼灭之那个啦大哥的贴纸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好奇想说这是什么东西，点进去看，然后先吃广告，不是喵他是车王，那黄标的第一步一定是开车，可能是血腥暴力什么之类的，可是隔天有。对嘛，那不是开车，要么就是你的那个太空狼人杀太凶了，被人家黄标了，对不对？这有道理啊。哦，这个雪人可爱，可怜的鼻子没了，还我鼻子来。欸、我到现在还不敢堆雪人呢、欸，我觉得雪人太可怜了，就是说他明天就要融化了，我还是觉得好可怜哦。虽然他有个成就，他有成就要叠20个雪人不是吗？我看太少，没办法、啊，因为那时候七点多。那时候要么是吃饭，要么是要赶紧准备一下要开台的东西啊，那就是先挂在喵哈台啊，这样啊。也说到七点多，我看一下隔壁台，是隔壁台啊，退曲那边，因为退曲我有固定挂一个人的。好，他没开台。因为以前有一个叫晶晶的。不是哈基干爹的晶晶，是一个女的晶晶。然后那时候她就是回来，然后被我撞到，然后就问哈基：“你还记得晶晶吗？”雪人在做就有了，不要，我觉得很可怜，我觉得很可怜，雪人。
欸，明天下午我有可能会开台哦。雪人超占位置，我竟然做小只的哦，小只的就可以是不是？我以为是都要大只的哎、欸，因为看你们都盖的好大只哦。可是他还是会离开融化，我觉得好可怜哦。你要知道，我是看那种，比如说杀鱿鱼、鲨鱼的那些，我都还 OK。可是就是要杀的哺乳类动物，我那几天都会吃素。因为我刚刚是其实想要这样子画啦，可是哦，可以可以可以，还好来得及。这样子 ，OK OK OK 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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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学哈基讲话，哦，可以可以可以哦，可以哦。而且许荣，你一直对他说话，他每天会给你大雪花哦。大雪花，可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做家具了。虽然现在仓库有变大了，蛮开心的。他这一次改版最棒的东西，我觉得歪了哎、欸。啊，我知道为什么，应该这边要有一条出去。保护土木，我们打开。这样哇，九点半了，九点半了，也是 DIY 的东西，你跟我拿成就好了。对啊，就是要东西跟你们拿就好了。我真的没有时间玩了，不像之前还在 YT 的时候，不不不不不不 FB。每天开着动灯在发呆。这个我想要红绿红绿，我本来也想要用那个，哎，我是真的想要用一个配音，就是嘿雪莉那个的，珍妮佛罗培兹，然后想要。嘿米奇哦啊是是你凤凰飞飞这样子好呀就像这样子你攻击了我的村庄可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要跟路人讲一下还是就标记路人你觉得们觉得咧如果真的要这样玩配音的话因为其实那时候在剪那个点那个奖金争夺赛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一直考虑要不要剪因为我很怕出事情啊今天卡弹啊讲话一直出不来晚上还有卢米拜访哦，那时候跟露米玩真的是气死哎、欸！那个岛到底是他家还是我家，我都知道他的东西放哪边。
你可以说一下啊，还可能认识对方。我最想学的是泥鳅的声音啊，你不会学泥鳅那个？你可以把雪人在旁边，你其实你可以把雪人在旁边，我把雪人在旁边。俺不补，哎靠呀！哪边啊？哦，这里。你看，还好我没有画我自己进去，画进去又增加画的时间。哇哦，珍妮佛罗培兹！嘿，嘿，雪莉，雪莉，你攻击了我的村庄。啊，有人不知道的话，你们就去搜寻那个雪莉杀手。你要加哪边？那他一系列的超好笑的，每天教他钓鱼，每天盯着他钓鱼哦。要气死！要把他找虫找什么的？欸，兔兔在吗？还是林佩在吗？还要再偷看台吗？有没有？还要教你们画画吗？油漆桶给我倒下去就好了。虽然都知道你们是开玩笑的，根本不需要教。我是什么货色？哪需要教？天哪，你的图还需要教吗？我靠腰了！为什么？为什么是先有声音才跳出来？有天，感谢Dorka，怎么念啊？打卡。And the moon 吗？感谢超级留言，哎，吓到了啦！是 D， 不是啊？你可以拆分一下吗？是 D A R 念还是 D A 念？D R 什么东西？我想 And the Moon 啊，大壳吗？那是鸭子吗？鸭子怎么拼 ？D A R K 是大壳吗？忘记了、欸。哎、欸，我先讲、喔，我真的英文真的很烂哦、喔。我是最近好不容易进步的哦、喔。我、喔、是黑暗哦、喔，白痴哦、喔。黑暗总是 D A R K， 奇妙哦 ，D S 啊 D U C K 啦，对啦对啦，哎呀，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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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请不要忘记我会画画这件事，还有英文很难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既然有人说繁星会画画，然后繁星英文很烂。真的假的？这样子，我说我超烂，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我英文超烂，不要这样子，我英文很烂。我画不画得完啊？反正，哎、欸、喵哈，今天十点半是你吗？对，就哲平那边说我英文，哎、欸，繁星英文超好的、啊，我说没有，你有病哦、喔，英文超烂的、啊。你跟巧克力十点半固定的哦，那就好，那就好
教主画图速度很快，没有啊，速度快也是要快，快没有用啊。像上次我，就是我不是有说过那个有那个去那个游戏公司面试吗？然后他就出了一个题目，是说有科技感的那个盗贼，然后我就说可以啊，画很快。就画出来的感觉完全不是他们要的啊，这个也是我已经预测到，因为我的图自己图几根毛自己知道啊，然后我又不是一个很有那个脸皮很厚的人，所以我都知道啊。那然后他们就是说画图快没有用，重要的是品质啊。但是他就说什么给我三天的时间画一张图，我说其实我的图真的要画，其实最多也是5个小时吧。那当时画鱼竿的明信片，我最多也是画了快4个小时。那时候还有那个乐曲星，然后果不其然就是没有录取啊。就是我想到就是戴那种那个类似露西欧那种眼镜。然后就能想的就是尽量想的嘛啊，不然就钢之炼金术师的手啊，那谁爱德华的手，我想到就这样子而已。我的粉妆还有啊，英文不好会画画的繁星，对对对对对，而不是英文很好不会画画的繁星这样子。那时候哲平讲说英文很好，说没有，都拿来错觉。车缝线，哎，这次下不到咯，我有看到哦，名字太羞耻了。花见护院，你这个名字也没有比较不羞耻啊。感谢你的超级留言，感谢。我刚刚见识绘图板的时候也觉得，我的天哪，这么滑怎么画啊？我那时候也是强迫自己用绘图板啊，就最后还是拿回滑鼠在那边慢慢滑。哎，这次，靠，跳出来。然后这次怎么这么久还没跳出来？我觉得你这个 ID 也没比较不羞耻啊！天哪、啊！哎呀，心满意足，感谢你的超级留言，感谢，谢谢你！我滑鼠大师，你什么都大师。我跟你讲，玩 POE 我最强是迷路大师，我哪边的路是错的。迷路大师欸，太神啦！
哦，好想学统神，那个太神了，以前学得了，现在不行了。以前那时候弹，好像就是那时候在 FB 的时候有印象吗？就是我那时候有阵子不是鼻音超级重的，就是、一天都开六小时以上，然后持续了半年以上，就那时候造成鼻音超严重。所以那时候学泰神那学的超像的，你不小心睡着了，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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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困啦，小鱼赶紧睡觉、喔。还是你的晚安是大家晚上好这样子，晚上好晚上好，你不用睡了，你困啦。肩膀好酸哦，完了完了，旧病复发，肩膀又在酸啦。选择笔，这边是咖啡色。有点难搞的，感觉好像不对，天哪！最近有去健身吗？还是有啊，只是比较少了。下雨就比较没有去健身了。哦、你是说喵哈吗？你是说喵哈的健身环吗？有吧，喵哈健身环有吗？最近在打拳击二，看到 Overcook 75% 跟250%了。那个你要有朋友跟你玩啊，你那个没朋友玩的话，真的我是建议不要买了啦。我的建议啦，那个建议听听就好啦。那个就是要跟朋友一起玩才好玩的游戏啊。嗯。
帽子没送得到啊，刚刚好。萝卜也没送得到。好了，各位即将完成喽。其实有阵子蛮喜欢像这样子留白的，这样子这一块留白，这样子让它有那种空气的感觉。可是。不知道怎么讲，只要留白的话，那这边这些都要跟着留白啊。什么东西？玩了六年的单机麦块，哇哦，麦块单机真的是玩不下去。你的单机是连续玩吗？你中途有断过吗？就比如说啊，像我也是说，我们已经玩了好五六年的以上的麦块了嘛。但是我们也不是天天玩啊，我们就只是开个实况两个小时结束这样子。所以理论上来讲，说我们开了16次台。等于是玩一天的麦块而已。我也喜欢留白，这样感觉有……那自言自语什么啊？等一下，就这样吗？嗯，白色。所以我这边才会留白，当时是这样想，这是我想要的感觉，大概像这样，大概像这样子，就等于这个已经是第一个图层，然后把它盖过来，这个对，有那种贴纸的感觉。
你也是最近才能陪你玩麦块的。哎呀，我其实很懂那种找朋友但找不到人陪你玩，其实我都很懂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我早期也是找谁谁都没有想跟我玩，那时候还不是实况界啦，还没有到实况圈，那时候离实况圈还有大概两年的时间吧，就是可能就是玩线上游戏组团想找人，可是就是永远都是备胎啊，就是候补的那一位。可能今天是魔兽世界十人团好了，那其实有11、12个人，那我之前都是当那个候补的，直到其中一个里面有一个盗贼，他就是出了一些很严重的事情，然后就退团。那严重的事情就是很负面形象的问题这样子，然后退团之后啊我就补进去了这样子。好了，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就撑到10点吧。来试试看这个好了。泰国米，炒饭，应该用这个的，通常炒饭，其实觉得真的这样看自己就觉得画图有进步一点，拿以前鱼竿的图来比较的话，哇，中间这只兔子好可爱哟，对啊，所以最主要是以前我玩游戏蛮自私的啦，就比如说今天6个人，因为以前打信长嘛，然后那时候就是6个人，然后信长是5个人嘛，我就直接二话不说抢进去位置，然后剩下就是缺4个给他们自己挑。那直到很后面就觉得说我这样好像太也没人要跟我玩，然后就变成说没关系啊，有趣再找我、啊、然后就找我知道吗，以前又会用什么电刀对吧，电卷尾刀那种东西，然后就开始都不尾刀了，反正玩游戏开心就重要啊。也是直到很后面啊，因为以前玩游戏就是都很自私啊，很正常吧，你去网咖都已经花钱了，还去那边玩小画家。我那就是在网咖玩小画家，玩到柜台的姐姐都认识我。啊，你接下来画什么？我说没有啦，你要看有没有啊。如果没有人跟我玩，我在玩小画家。可以放 BGM 吗？你现在听不到 BGM 是不是？你要什么是 BGM？ 几勒索伊哟。帕多路，帕多路，帕多帕多路。好啦，那今天就是到这边啦，准备收台咯。他、啊、还没签名。但这是没有雪的效果，这是有雪的效果。我完全没存档，天哪、啊！圣诞节，我的天哪、
哇，我好心脏好猛哦，我太神了吧！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那明天不知道什么，明天应该是歼灭二吧。好啦，也不会白化啊，上吊顶多就是从实况的那个截图下来，当作自己画的。驾驶快存差点去点了，点什么？没有啦，就银钢就存了。好了，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小铃铛也记得开。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叭叭叭叭，啊，你们也不什么超级留言说教主该存档咯，我只记得播广告，不记得存档。好啦，拜拜。